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素食 VIP。 我们今次访问 Catherine， 她60多岁，食素已经10年，她会为我们分享她食素的原因和心得。食醋米原来有个正确的方法， Catherine 会教我们怎样拿到醋米的精华营养，仲会分享素食营养的基础。你起初为什么会食素的？10年前的 Catherine 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，而且没有任何健康的问题。她是看了一套 YouTube video。有时我在书记主教，她说我80几岁了，我退休了，我想着即是没事了，退休。但是就退休那年先发觉自己有 cancer， 退休了。他说天主教有个 mission 给我，我未做完的了，这样。他很正面接受。原来他就看很多书，帮很多教友帮他，是不是？他说我得到一个 conclusion， 就是 cancer cell 的营养是来自动物性的蛋白质，我觉得我应该吃素，就是变成饿一下他们了。枢机主教也提到，食素会令到体质转为碱性，就 conclude 到话，其实我哋身体系需要食素嘅。咁我一年，直情一年谂住试下，但系嗰时一年一起咧，原来即系可能我以前食荤嗰阵时啲 quota 到咗啦，已经。我念一起咗之后，就根本上对所有嘅人即刻切晒，我食过啦已经。健康都好好啊，一啲药唔使食啦。冇。你有咩心得呢？就系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我觉得好啱。其实食物就系我哋嘅 medicine， 多重要嘅呢个系。你如果你系俾啲好 junk food， 譬如一俾啲 junk food 你啲士兵食嘅话，佢哋打起仗都咁叻啦。Catherine 认为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每一日吃啱嗰碗饭，一定的营养都有在里面噶啦。咁咩叫吃啱嗰碗饭呢？我哋咧就唔系啊，我哋就咁食 brown rice 就好啦。点解 brown rice？ 譬如咁讲先啦，点解食 brown rice 好过食白米咧？咁你都大家好 general 都知系啊 ，brown rice 咧里边咧仲有外边一层嗰有营养嘅衣。然后咧就里边有粒浆，但系咧我哋都要明一样嘢咧，就系话每一粒米，咁佢里边有一粒系嗰啲浆啊，即系嗰啲牙，咁其实嗰只牙系最有生命力，生命力喺嗰度嘅，因为佢会发出嚟嘅。所以 brown rice 咧唔可以摆得好耐，佢会发毛嘅，因为佢有生命力噶嘛。唔同白米，白米摆好多年都冇问题。即 baby 喺我哋个肚啦，我哋保护佢，咁唔多唔少咧，嗰种保护层咧叫做 M-site inhibitor， 好有毒嘅，不过好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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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毒。Brown rice 咧系要浸佢嘅，唔系整淋佢，系浸咗佢之后倒晒啲水啦，浸几个钟头倒晒啲水，就令到嗰啲微嗰啲 M-site inhibitor 走咗嘅。我哋一齐嚟睇下应该点样浸醋米。首先将醋米浸过夜，第朝早起身的时候倒晒啲水去。而家米表面的毒已经走了，里面嗰啲嘅酵素仲叫醒了添。而家可以加少少水，再浸几个钟头。过咗几个钟头之后，呢啲水好甜，所有醋米嘅精华喺晒里面，可以煮饭，可以饮用。咁而米咧，里边咧大部分嘅 amino acid 都有，除咗有一啲系冇咧，就喺豆嗰度有。就系豆一样，豆可以出芽噶嘛。咁样咧就豆加米。不同的 combination 咧，豆你可以咩豆啊、黄豆啊，乜都自己中意乜都得噶啦。咁啊，两个沟埋嚟，我煮饭系可以食啱咗嗰碗饭，你嗰日嘅八成营养喺里边。
我而家就揾嗰只米咧，咁佢已经系帮我浸咗噶啦，叫做胚芽米。另外一种素食营养基础，多种颜色啦。红橙黄绿紫黑白，即系芝麻豆腐嗰啲啦。菜咧，菜嗰啲咧，我哋咧就原则咧就系要根茎叶花果都要食。你就唔系净系食节瓜唔得嘅。你淨係食菜心又唔得嘅，根茎葉花果食勻佢。喺下一集 ，Catherine 仲有好多真誠寶貴嘅經驗同我哋分享。佢有一種三寶粉，經常放喺佢嘅調味料裏邊。大家唔好错过，多谢大家收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、赞好、订阅、分享呢个视频，拜拜。